第二十五题，将密度每立方公分 8.0 公克的金属块400公克投入盛满某液体的容器内，结果溢出35公克的某液体，请问此液体的密度为每立方公分多少公克？根据公式，我们的 D 会等于 V 分之 M， 我们已经知道液体的质量是35公克，所以我们还需要知道体积，可是体积并没有，体积是投入金属块之后，那我们就晓得它所排开的液体的体积就是我们金属块的体积，而金属块给了是密度跟我们的质量，所以我们再带一次 D 等于 V 分之 N， 我们的金属块的密度是8，那么我们排开的质量呢是400公克，那我们金属块体积多少？所以体积就是8/400，也就是50，这个50就是金属块的体积，也就是它所排开的液体的体积，所以液体的体积是50，质量是35，算出来的密度呢是 0.7， 每立方公分呢 0.7 公克。所以第25题问，请问此液体的密度为每立方多少公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0.7。